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国历的3月1号到3月7号12生肖的周运势咯。这一半呢，生肖属猴、老鼠还有龙的朋友呢，运势的表现有三颗星的好运气，在人缘方面呢还不错哦，会有贵人来帮助你呢度过难关，所以有困难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记得找你信得过朋友说出来，可以帮助你度过难关。